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寻找意义的旅程，光使命的觉悟，校选升华式，升华式，有一点小小的难度，但是可能要控制一下珠子吧，哈。基本上这个掉落隐藏珠子就不解释了，哈。哦，因为我这次不是满等满级哈，我基本上88等而已，所以通关起来会有点，不能说很难啊，但是就是当99等会比较好一点，这是实际的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这是 CD1 哦，这是 CD1 哦，所以我不想跟他拖太久。累格，好，算了。反正我还要说就那几颗啦，无所谓啦，影响不会很大就好了。叮叮，好，4444，这个血量有点危险的感觉。4444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只 CD0 会攻击和专属。就是消掉它，以它属性相同的，它会吸我们的生命，应该这么说。那，导向一下哦。CD0会攻击和专属，好，那就等它先专属。所以我现在是不能消到跟它一样的属性的哦，光也不能消。光的不能消，光的不能消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就是用力的打，不然怎么打？好吧，用力的打吧，反正都要消了，就用力的打下去吧。我锤呀！叮！哦，一样用力打。这是属于这个要控制一下这个珠子的一个走势哦。用力打！非常漂亮的一个天降。基本上是天降救我回来的，我转，看起来很好笑，不过这就是结果 ，OK。哦，漂亮的黑珠啊，漂亮的黑珠啊，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困难，是有它的难度在的。现在就看可不可以一波把他带走啊！管他要吸血，那么麻烦，我打死你！哦，总之他转来转去的，就把他当那个路西法打，就是用力打吧，你不秒他就被秒了。反正我们第一关的话，最好把技能除一除啦，在这一关就不会那么危险了。我刚刚天降了，稍微救了一下啊，哦，基本上这个通关就是仅供参考啊。好，升华式校选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拜拜。